生理期小心机，穴道按对变美丽。月经后都会有一个，哎，你怎么比较亮？这时候正在排卵嘛，哈，排卵的时候就要吸引雄性嘛。哦，有道理。那这个时候顶多毛孔有一点点粗大，小问题而已，你去持穴不要忘记了。看到喜欢的人马上按着脸。今天晚上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